太出意外。这个真的就会出现回乡团，团里呢再去提醒民众，在回乡之前一定要自行检测。当时是应该是经常防疫的 SOP。那主要是看到这个我们不本地的一群人，这个迹象，所以卫生部长卡里说这个确诊病例可能会在短期内不断的增加。但是呢，是不会在二月开始会对这个小朋友进行一个注意。